观众朋友，大家早！今天五月二日，旧历四月七十，欢迎收看《早起新闻》，我是蔡佩莹。在中国大陆广东东兴镇出现着加烈啊风，而且有树啊被吹倒，还有厝的厝顶被掀起来，加在无人伤亡。一旦看到这加烈啊风咧，是一直咧感，而且厝的厝顶就安尼被吹开，一个民众离气温啊工作，较紧秘一秘火柜来避难，好运来躲过。不过伊的卡车被加烈啊风加到几啊公尺外，挡风玻璃受到损害。广东气象局报员表示，当地离气流无稳定的时，加烈啊风就会出现。来到台湾做高完学生的意大利人伊路利，在今年三月接到骨髓一个配对成功通知，为着来减少伊往返的时间，意大利骨髓科来委托组织骨髓干细胞中心来协助，为抽周边血到跨海的运送，爱的接力，拢是希望受水者会当重生。对意大利来到台湾做交换学生的伊路利，接受十三年，嘛在意大利参加骨髓科的建档，去年八月份配对成功。Because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help people, and it's not really a big deal to do this thing. So just because of this.意大利骨髓科请求台湾组织骨髓干细胞中心协助收集造血干细胞，这嘛是第五个和意大利的合作。无相同的是，伊路利的骨髓是要送回家己的国家救人。这是一种国际医疗骨髓资料库的合作，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这个资料库的那个时速的这个时效的这个问题，所以也节省了很多资源，那可以节省这个捐赠者跑回去意大利，也是增加他的意愿。9600多公里的接力团爱，证书精神法师马上上祝福，感谢伊延续他人的性命。台新闻张嘉瑜、刘宏志、华联报道。北京组织之间继续来关怀，麦得着白血病20岁少年郭东帅，为2015年诊断得病了后，组织之间一路相伴，予伊医疗费的补助，也佮有心灵的关怀，也感受到因全家伙仔现在是感恩付出的即情形。儿子已经完了，这儿子已经没了，没成想玩，现在我要回来了，儿子。三年前，17岁郭东帅被诊断得到急性白血病，治疗2年，针孔拢唔捌拔落来，而且手骨留落了小小又个深刻的记号。恢复的挺好的，基本是属于是痊愈了吧，只要是不复发的情况下。这个家庭呢，过去他的爸爸和妈妈那种满腹的怨气和。对自己这个在看病过程当中一些自己待遇的不公的一些个不满，也都化解。后生大病才多好，全家人终于松了一口气。尽管因为治疗还佫欠70万块的债务，爸爸坚持捐500块人民币。他刚才说的意思就是说，他得到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孩子现在身体健康了。哦，现在他正常了。那他自己虽然现在很也说也比较很困难。但是呢，他要拿出这500块钱，表达一下他的心意。我就得到了司机的帮助，我就让他跟着司机走。咱们的静思语，每天都是生命的一张白纸，然后你每天都是白纸。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一片生命的文章。是。过去几年的抗疫，从现在开始慢慢来增加。台新闻王云秀合法报道。在大陆福建泉州有一群孩子接受到组织助学的帮助来结好缘，而且呢，因是带家己的家人做伙来参加校庆活动，将平常时唔敢讲的话一概讲出来，在表达之外，和亲情更加好。一出好名做风凉的话剧，感动了台下观众。看起来疯疯癫癫的妈妈，为着要给囡仔巴肚吃好饱，无细里跋落山坎。这部和自细汉失去爸母的陈小兰有感触。现在你们还有机会，应该好好
囡仔跍伫面头前温柔洗脚，伫学生时期，因拢捌叛逆过。也阁有偌济个相处的机会，三个姊妹啊，伫主祭人的面头前，做伙替妈妈奉茶献花，珍惜当下嘛，讲出了感恩。这些学生接受组织的组合，因邀请亲人共同来参加活动，不但又近了彼此的距离，也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台新闻室天天黄小莹福建报道。特殊需求的囡仔需要社会更加侪关爱加支持。在一年万隆的组织之工，陪伴这款的囡仔。如老妈的李丽琪，得到当事人的瑞娜，一直努力进步，志工鼓励家属要有信心，要来分担家属的压力。四岁瑞娜愈来愈活泼古锥，袂阁再惊看到青粉人，爸母到大城市拍拼，就将伊交予阿妈照顾。来人家，不讲个，这个姑妈呀，dari daun cendro mana tip。Dulu teh waktu berumur 7 bulan TB dia teh. Bolak balik ke Ebah rumah sakit 6 bulan. 经过两年的治疗，瑞娜的身心发展都有进步。在马鲁永村一群特殊囡仔，在社会关怀之下，努力活出家己。Misalnya tadi pertanyaan yang orang tua saja mendiskriminasikan anaknya sendiri. Kalau di sini kasusnya di Maruyung ini sendiri.Banyak yang seperti itu mas, tapi karena mereka berkomunitas, pada akhirnya mereka keluar satu persatu muncul. 组织之工送予李琦的这张椅啊，对改善脑性麻痹的运动功能有真大的帮助。四岁李琦无法度坐停停，常常需要妈妈抱条条。6 hari, 36 hari, weh. Akhirnya anaknya langsung koma, gak bergerak.李琦有一对真爱伊的爸母，带着伊四界巡医。sini 10 kali. Ini terapi buat bisa ngunyah. Ini diginiin kanan kiri sama. Ini diginiin ke atas. 在这提供特殊需求的囡仔定期治疗有三年外的时间，组织之间提供辅助器材支持陪伴。台新闻迪马斯利万印尼报道。为着配合志工甲民众了解组织创立时期、经验上进、甲个人功德会艰苦的生活，马六甲组织志工陈念青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来制作模拟的小木屋。实际小木屋有10x10尺长、宽12尺，这个模拟的小木屋只有8分之1。仿照正岩上林早期修行的小木屋，只有一个拜殿、一张桌啊、一张眠床。这四方就比较开的啊，啊，抽屉啊，两边都可以开的啊。这是宿舍了8倍的小木屋。马拉加组织志工陈念青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精心制作。那些你看那个花瓶哦，我喷了煤气它，然后用风筒吹给它起泡。你就好看那雕刻的，不会将平平雕不好看。这个竹哦，我一片一片要去切到平平的也不简单，切到一平一片一片一模一样大啊。那个圆座那个座面呢，就是我们这边的树枯掉的，我就利用那个木来做那个圆座的座面。这个呢，就是你看到吗？这个它本来是这样舀汤的嘛，对不对？我就把它剪掉了，然后我打平它。这个这两个耳朵是我做的。如是呈现，予参访的民众更加会当感受当时的困难。因为这个是立体的，他们是看不到里面，却看得到里面，所以他要给人家看到里面，我们要做细一点，就给他看到很真，人家才知道他在讲客户自己，他不是享受。
台新闻吕佳佳、周一吉，马来西亚报道。花莲主治医学中心的中医部来开办清安基中医特别门诊，除了针灸、中药治疗，也会带长者来练功，让原本无法度倒病的长辈也得到改善。在头部也是环保针灸，评估长辈身体状况，运用动气疗法，加强气血循环，和头脑清醒。以中医的角度来治疗失智症。中医来讲，我会觉得它比较像一个肝肾的虚损和一种退化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治疗上呢，会针对它肾虚的部分来做一个补强。花莲主治医学中心考虑失智症的长辈，到一般门诊可能会袂记家己伫倒位，也是精神等问题造成危险。因此，伫庆安基除了西医的复健，也开设了中医特别门诊。一个中西医合疗的概念，针灸包括推拿，包括其他的一些治疗。那或许在认知功能的这个退化的缓解，或者是认知功能的促进啊，都能够有帮助。该睡着，我还睡着嘛。哦，对呢。原本因为会喘、会头晕，无法度倒好病的陈阿妈，透过针灸治疗，即马已经会当倒落去。针灸了就加爽快，搁较精神啊。一对一的照护确保安全，中西医合作也尽力寻求更加侪方法来守护失智症长辈的健康。台新闻谢云山、刘宏志华联报道。为病人设想，唔那是病院护理人员的初衷。最近哩，主济科技大学护理系更加是由师生团队一直创新研发，伫国内外也得到真侪肯定。主科大也要甲华联主治医学中心来合作，将几啊年的创新研发成果，会当实际运用在临床病人身上。安全证据，但是非常不安全。医疗技术不断进步，护理人员伫个照护过程中嘛不断来改良已经有诶照护工具，亲像安全针灸，抑阁有防止大动、倒立诶装置等等，创新诶研发嘛得到未少肯定。照护病人的过程中呢，他觉得有一些更能够研发的东西，医管的或是资讯的怎么样让这些医生护理或是病人这些的数据看诊更方便些啊，这些都是很多创新研发的一些能力跟动力。主持科技大厦嘛，就华人在地农产品传递卖生意美妆的方面，加上产业一个学校的合作，替社区找到真大的商机。红米价格都越掉价因为它只是一个农作物的话，就会没有价值。但是如果说医食同源，如果它医疗上面的一些价值，它可能就要靠医院这边怎么样去提升它的价值？要唔过创新的发明，后一步更加应用在临床，所以做者科技大厦卖甲华联做者医学中心来合作，让更加侪民众会当受惠。台新闻郑庭东、明仪，华联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半部甲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是平湖、金门、马祖一份好天。另外，中昼过后，离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随着昨暗时风面离开，方向为东北风转为偏东风，所以离这东半部气温会阁再度上升，高温大概31到33度。中南部继续是高温大概34、35度，提醒要补充水分，出门也要注意防晒。空气品质部分，各地拢是普通的等级，来看卖详细温度预测。
受到方便的影响，离台北地层是淡薄降温，不过今仔日开始方便离开，又搁会回温。离礼拜六可能出现37度的高温。这一波方便也无明显的雨，所以水情继续来出现着紧张的情形。水利署来召开水情会议，确定台南澎湖进入第一阶段，即一阶的限水。连日高温无落雨，南部水库都要见底。漳门水库欠水量只敢剩6.4%，阿公店水库大约3%，白河水库更是挂零见底。水利署召开水情会议，决定台南澎湖进入一阶限水，夜间减压降水，但长时间降雨的梅雨信号一直拢无下落，未来还阁有一大段要忍耐。这个太平洋高压还是太强了，所以主要的水汽还是从孟加湾上去，我们台湾这边还是偏干。至少在未来2周，这个我们讲夏季风还没有办法完全影响到台湾地区。要等到地流型梅雨方面报道，至少都要等到6月上旬，创下17年来梅雨方面上晚报道的记录。另外，北部石门水库欠水量嘛大破50%，本来预期礼拜三报道的方面会当为北部带来降雨，却也是落空。这波封面结构是比较没有那么扎实，而且水系也没有那么充足。那最主要影响，它从台湾的北部掠过之后，对台湾东半部造成比较不稳定，午后的降雨情况会比较明显，所以主要的雨势是集中在东半部地区。方面停留不到一天就离开，礼拜四开始回温，到了后几日高温飙到36度，甚至到37度。统计今年5月，台北已经连续7天达到35度，并了历史的纪录。高温无落雨，台湾正面临欠电欠水双重危机。台新闻黄敬廷、邓应中台北报道。在彰化市中南路有一栋3楼的透天厝，透早来发生火灾。民众讲在睏的时阵呢，将手机啊放在充电，半暝啊突然间听到烧起来声音，一拍开目睭，看到讲手机啊烧起来。手机啊专家来表示讲，手机啊引起着火警，大部分是电池出问题，建议卖哪充电哪使用，容易造成着电池的损害。民众来买电池或者是充电器，要有标准检验局的合格标准，才用得安心。透早4点外。一间3楼的透天突然间起火，睡觉，然后就是突然闻到烟，然后我就赶快起来。民众讲困到一半，发现是在充电的手机啊，突然间烧起来，手机爆炸，也就是发生火警，常常听到，主要原因是电池，尤其是一边充电一边使用手机啊，同危险。边充边玩的情况下，会比较容易导致电池会变质。如果说温度太高，比如说高到150度以上，这个电解液就会产生一个蒸汽啊，这就会导致一个危险的情况。同好嘛，卖困的先充电，建议把电充好吧，都爱把电源拔掉。电池如果泡水也是烧过，卖造成电池变形，容易发生危险。民众若是要买电池，也就是充电器，要详细检查，是不是有这个标准检验局的安全标章？你可以上我们局里面的网站去查这个检验标签是否经过检验，包括它的履历是哪一家生产制造这个型号有没有？检验局会透过真侪种的方式检查电池甲充电器，敢有符合使用的安全标准，尽量选择安全的产品，正确使用，避免危险。大爱新闻台中彰化综合报道。为了减轻过敏患者在买物件时的困扰，食药署来要求业者要将过敏源标示伫包装顶头，从原本的6项增加到12项。为了让民众更加了解，修正标语规范，民众伫买物件时会当更加省时方便。这项新制度上紧2020年7月就会开始，但是业者无来表示清楚，相关会当开罚300万。过敏患者购买物件时阵，都爱目睭闭乌大蕊，都惊一个无小心沾到物件，引发过敏问题。吃冰，然后跟吃那个巧克力啊，就是海鲜也会。他们可能会起疹子嘛，或者是像我小孩就可能会长痘痘这样子。原先的过敏源标识。
有吃壳类的虾啊、毛虾、卵、牛奶、山药甲土豆。食药署去年扩大标示，亲像坚果类、麻啊、大豆、麸质以及其他类，甲亚硫酸盐类或者是二氧化硫的制品，拢总包含在内。现在为了符合国际规范，嘛，让民众更加容易了解，食药署针对现行标语做了修改。鱼类我们本来是有针对几种那个特定的鱼种哈，要需要标示过敏源。我们参考国外的一些相关规定，就把它扩充哈为，就是说所有的鱼种哈，就通通都需要标示。含面筋蛋白哈，谷物，那这部分可能就是民众比较不熟悉，那所以我们就把它修正为含麸质谷物。食药署表示，如果是以食物过敏源作为产品的名称，就免另外标示提醒剂。这项新制预计两年后就会上路，到时阵业者无清楚来标示，会当依法开罚300万元；标示无实，上悬会当开罚400万元的罚款。台新闻吕世先、吴伯勋台北报道。今年气候稳定，中南部往来山区收成量增加，市场供过于求，这继续落价，现在是季节往来的好时机。往来有丰富营养，这当中有往来200枚，是俗称是往来酵素，会来刺激口腔的黏膜，来产生着夹舌质的感觉。不过咧，专家要来教你如何避免。往来大粒阁水，慢落来无偌久，计数无好，农民真伤心。只水安尼一个吼，卖起来差不多看有20块。农政单位表示，今年天气好，收成多，中南部采收期重叠，量大出，影响着计数。分林嘉义、台南、高雄这边吼，伊的温差也不大，气候的因素是主因啦吼，伊的产季吼是较集中。往来有维生素、膳食纤维，会当帮助人体消化。不过有的较酸，有的人吃起来有咬舌的感觉，那是因为内底有蛋白分解酵素。凤梨酵素就是会分解我们口中的蛋白质，会造成我们咬舌那种刺激的感觉。这样，往来蛋白酶卖可以活化，会使抹盐，也是浸盐水。某人用滚水煮过，往来吃起来较袂咬舌。皮要削干净，这样吃了才不会嘴破。皮就要削清气，这个来吃，吃往来对身体好。不离个急性胃溃疡以及糖尿病的患者都要注意。一次吃太多的话，会造成我们血糖快速上升，对，所以不建议说一次吃太大量，就是大概一个标准饭吃饭的一个标准碗的8分满。溃疡正在发生的病人呢，是不适合空腹吃，因为它会增加你胃酸的分泌。往来加营养，注意身体状况，吃好对，有好无歹。台新闻台中分林综合报道。为了帮助中度视障者克服心理和生理的障碍，而且重新登记一场，主席基金会来资助台湾盲人中建议开办丙级按摩养成班，来帮助因学习第二专长，重新登记社会，自力更生。简单的检测，怎么样看有没有新腿，两脚并拢。详细讲解动作，反复练习，小班一个实际操演。护士将朋友会当更加准确地知影每一个身体肌肉骨骼组成，以及伫咧抓练的时阵应该用的方式，甲出偌济力。侧卧位的一二三。得到妊娠糖尿病地区目睭失明的阙文丽，表情真专注，因为这是伊会当再一次和家己的生活步上正常的转变点。你只要你踏出第一步，这是成功的第一步。我们就是要重回职场，重回我们的尊严。学习我们的第二个专长，让我们不要成为家人的负担。他其实视力不好之外，他们衍生的这种障碍非常的多。这个时候其实面临最大的困难，除了他自己的职业中断，那家庭的生涯其实也告急。为了帮助视障朋友重新回来社会，盲人中建院一年收16位学生，无条件提供正大技能训练和信心重建。而主席基金会更在背后帮助盲人重建院签署公益合作协议书，让院方全人化的重建服务会当顺利运作。院方在照顾这些院友他们的生理的需求、心理的一些障碍的克服，以及后面怎么样重新走出来，能够自力更生，我想他们是特别用心。听到他们的分享，都是有一对一的老师啊，长期的陪伴哦，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全盲的双眼无代表人生一片黑暗，汇集各界爱心，学习一技之长，视障朋友会当重新回来社会，开启新的人生。台新闻李雅、李明华台北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早起新闻，将时间交给主播李佩玲。你好，我是李佩玲，欢迎加入这一节的国语新闻。首先医疗焦点来看到，在坚果当中呢，通常都会含有一种名为白藜芦醇的物质，它具有抗癌抗老化的效果。而在三种最新的研究就发现了白藜芦醇可以降低摇头丸的毒性，甚至呢是降低对脑部的伤害，未来渴望研发成为保健食品及药品。年轻人参加派对狂欢，却可能乐极生悲，误食摇头丸引发神经毒性。国内医界最新研究，在红葡萄果皮、坚果、红酒当中都含有白藜芦醇，能有效预防摇头丸对脑部的永久伤害。摇头丸会造成我们血清素转运体的密度下降大概50%左右，大概会减低一半。那如果你有病用白藜芦醇的话，大概可以让你的血清素转运体恢复到大概有60-70%的效果。透过正子造影技术，研究团队首度发现白藜芦醇能通过大鼠血脑障壁进入大脑神经元，进一步结合血清素转运体，就像提早卡位，减少摇头丸被吸收，大幅降低神经毒性，甚至可预防戒断后的忧郁症状。白藜芦醇呢，就是把这个门呢，我首先去占据了。摇头丸呢没有办法经过这个门进去，所以呢大概就后续的一些毒性就不会产生。多吃紫色食物补充白藜芦醇，还可以帮助内皮细胞对抗发炎激素反应，也是保护心血管的大功臣。可以帮助心血管抗氧化的效果，降低LDL 氧化卡在我们血管壁上面，所以因此它可以预防一些周状动脉硬化的一个产生。专家强调，市售白藜芦醇保健品纯度是否足以抗毒，仍有待实验。像是孕妇、孩童、肝肾功能不全者，也必须小心服用，避免安全疑虑。大爱新闻蔡林科信志台北报道。科技往前迈步，我们来看到科技部国家研究院筹建的力进号呢，是完成了试营运，在高雄正式的启用。这艘船将近有3000吨，最多可以载运43人。它除了是更稳定，可以原地回转，还有3000公尺级的水下遥控无人载具、岩芯采样设备，甚至是海底声纳系统。未来这艘船它就可以投入气候变迁的研究、能源探勘，甚至是监测地质灾害。3、2、1，起按钮。花了2年建造，去年3月验收交船，这艘全国最大研究船力进号在大家的祝福下正式启用。2629吨的力进号启用，这个船它可以容纳比较多的团队，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研究船的平台，促进更多跨领域的科学研究在船上能够发生。是，它可以原地动；第二个，它可以360度回转；第三个，它可以平移。全新打造海洋研究船力进号，采高标准双层船壳打造，更高航行稳定度的减摇水柜，还配有总人数4倍的救生艇、救生筏，还可以原地回转，安全更升级。再有一个双重底舱，对，那也配置了5道的水壁门，对，那对于基本上碰撞或者是搁浅方面，它能够有效的阻隔水的那个流入及灌入水。安全升级之外，它还搭载3000公尺以下无人载具、35公分口径岩芯采样器及深海地形测绘声纳系统，对研究气候变迁、能源探勘与地质灾害将是一大里程碑。大爱新闻潘玉珍、叶怡琳高雄报道。打造智慧城市，台北市呢将分布大街小巷的路灯升级成了可以监测人车流、大数据应用的智慧路灯，还以交通繁忙的内湖科技园区作为了试验场域，建置了12盏的电信业者研发的智慧路灯，来侦测的数据呢还可以提供给交通单位使用，解决城市的塞车问题。而最快呢就在3年之后将会布置完成10万多盏。数位电子看板装置在黑色杆上，眼前就是多功能智慧路灯，由国内业者研发，功能领先全球。12盏试验智慧路灯率先建置在内湖区港前路和洲子街，结合6大功能，当中包括交通流量计算。上下班时段，大量车流进出内湖科学园区，实证试验场域，智慧路灯随时监控人车流，侦测数据可提供给交通单位广泛使用。
好，入口的话是我知道左转的有几台，右转有几台，直行的有几台，这样的数据是对交通局它才有红绿灯秒数耗制的意义。要开放给业者，譬如说设置5G 基地台或者是那个物联网的基站台，然后再提供其他智慧商用服务。打造智慧城市，现今国际热门议题。台北市以首都之区广纳业者提案，预计明年要在东区精华区域布置12000盏，2020年扩大到5个行政区9000盏，3年后渴望达到全市覆盖，接续完成90000盏。如何把台北市未来这4年，我们一者是编列预算，二者呢，我们也要做更多的事情。是做什么样的事情呢？是把我们所有的 5G 的产业给带上来。AI 的产业给带上来，路灯全面升级，未来将成为串联城市网络重要载体，以智慧科技彻底解决城市问题。大新闻肖志杰、李建宽台北报道。原住民朋友要怎么从传统当中找到力量？或许呢，以传统的歌谣融入新编的曲目，就来凝聚归属感。我们的镜头就捕捉到了在丰年祭跟喜宴的场合，阿美族的歌舞融入了许多汉人元素，在歌曲当中抒发他们在工地生活的苦闷，也跟充电一样，马上有了能量。他唱的东西是对应着跟已经是非已经超越了人的领域，所以我一直觉得古调的里面的一些生词、衬词这些事情是阿美族一个非常具象的图腾。谈起传统歌谣特色，阿诺来自花莲，而舒米恩家乡在台东都兰。两位杰出音乐人都是阿美族，分别获得金钟和金马奖肯定，成为原住民到都市打拼的杰出典范。因为不能忘本，舒米恩在音乐创作上都适度融入传统旋律。不能去脉络这件事情，一定要知道传统歌的来源，他为什么要唱这首歌，这样自己要使用现代的音乐，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会让一些人比较容易入耳。活泼热闹是外界对阿美族歌舞的刻板印象，舞动摇摆身体，配合着歌声、旋律和节奏，展现出活力热情。是台湾原住民中最大族群，除了丰年祭，喜宴场合也很热闹。只是1980年代以后，不少阿美族人离开部落到都市打拼，和汉人频繁接触后，当代阿美族歌舞融入许多汉人元素，歌曲中出现了抒发工地生活的苦闷。戴斗笠或是戴安全帽，欢乐背后是自我调侃，也是生活写照。他们为都市建设和发展付出过血汗，借着喜庆或是庆典时回到部落，可以洗涤在都市打拼的疲惫、汗水和泪水。我心里打烊这首流行歌曲，搭配阿美族人自创的歌舞律动，几乎红遍花东各部落。祭祀有没有啊？投币是不可能只有一桌客人呐、啊，大家就是看到以后就会看到这个人的动作很有趣，就会学。对，不是因为有时候讲话有点不标准，有没有啊？而且如果这样比的话，大家会比较记得住这样。因为有乡音的关系。乡音，原住民。腔调比较重呢、啊。嬉笑玩闹之余，对于传承这件事，阿美族却不会遗忘。化人国小校园里，
舞蹈老师周新慈借着社团活动传授传统舞蹈。借由舞步变化队形，小朋友拿的道具都是阿美族传统生活器具。快节奏音乐后，气氛顿时变得严肃。原来祭祀和祖灵对话也是一种歌舞展现。哇呜哇呀哈呀吼嗨呀，这一段的部分就是主要是要传达说我们跟祖灵，然后古调的这个部分。那其实中间也是大部分都是虚词，其实歌词里面是没有太多的意义，那只是说我们在那个歌词的中间会加上一些我们的祈祷文，那直接就是传达给我们的祖灵。舞蹈老师周新慈年纪才30出头，是花莲知名舞蹈艺术团副团长，看着阿美歌舞为了迎合观光逐渐商业化，失去原味，让他在现实与梦想间反复挣扎。但仔细想想，不能忘了自己的根。我们希望真正的文化可以让学生学习到除了古调还有一些我们文化的一些故事内容在内，所以学校我还是会坚持就是从传统的文化去教，回到传统找到力量，文化传承就在这种氛围中自然荡开来。或许这群孩子将来也会离开原乡，但如同许多游子的共同心愿，大家都希望将来可以衣锦还乡。南韩与北朝鲜的角力战场延伸到了媒体，北朝鲜政府开放外国媒体采访丰西里的核市场废除，不过呢数度拒绝南韩媒体的申请，而南韩统一部居间斡旋，总算是让南韩媒体顺利成行，赶在媒体团出发前往核市场前抵达了北朝鲜政府安排的下榻饭店，接受安检，专机恭候。I'm not sure. I quite wondering about North Korea and this situation. So I try to make best. 几经波折，南韩八人媒体采访团总算抵达目的地。北朝鲜政府履行去核化的第一步是废除丰西里核市场，并开放中国大陆、俄罗斯、美国、英国及南韩五国记者申请在5月23号到25号前往采访。但迟迟没批准南韩记者的签证，南韩统一部努力争取才获准成行，直到预计出发前往核市场前10分钟，南韩记者们才抵达北朝鲜。这次采访行程，北朝鲜政府安排外国记者们先在北朝鲜驻大陆大使馆领取签证，再从北京出发前往北朝鲜东部城市元山，南韩采访团则从南韩城南市空军基地搭乘专机移动。所有媒体在元山集合后再搭火车前往丰西里核市场，由于禁止携带手机等通讯设备，记者们完成现场采访后再回元山发稿。So there's a very substantial chance that it won't work out, and that's okay. That doesn't mean it won't work out over a period of time, but it may not work out for June 12th. 据了解，北朝鲜应该是抗议美韩联合军演，才会在取消两韩高层官员会谈之后，又让南韩采访团的行程几经波折，恐怕影响6月12号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跟美国总统川普在新加坡的会面，可能延期。大爱新闻陈小玲编译。美国华府地区上个星期连续下了8天雨，这一周又有下雨了，在白宫北草坪中央呢，就出现了一个大洞。栅栏前的草地拉起了封锁线，还用了一块板子盖住，这是美国总统官邸跟主要的办公地点白宫。北草坪破了个大城洞，主要是因为在华府过去几周接连下了好几天的大雨。白宫说目前没有任何危险，城洞呢在华府地区相当常见，上个星期地铁附近在大雨过后也出现了一个。而华府五月到目前为止累积了187毫米的降雨量，已经是名列第八多的记录。在美国呢，有一项大型的健康计划，来自全美54间公司6000人参加的戒烟活动，成功的人最高可以获得奖金，大约有台币18000多块。比起免费提供药物等等的治疗方式，戒烟的成功率高出3倍。All smokers or just those who are motivated to quit
paying them to do so is the most effective strategy, and merely offering free cessation aids or free e-cigarettes doesn't do anything at all. 周三最新出刊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当中呢，有一份报道说到有钱能使鬼推磨，刚好印证了这个报道，由宾州大学流行病学专家共同主导的研究，如果戒烟成功的话，就发奖金大约18000块台币。其他免费帮助戒烟的方法几乎都没有用，有钱效果最好。位在南半球的纽西兰，经济繁荣，自然景观丰富，每一年吸引了许多的游客到访。但是讽刺的是呢，在纽西兰，在 OECD 经合组织35个成员国里，接游的人数比例最高。It's not a kind country. It's not an easy country. If you're down on this, I've slept in my car 20 days last year.裹着一条棉被就在人行道旁席地而睡，这样的场景在纽西兰大城奥克兰是随处可见。繁荣的经济发展与居高不下的街友人数形成了强烈对比。纽西兰总理阿尔登宣布通过他上任之后的第一笔预算，决心呢要改善社会的基础建设。I first became vegetarian when I was 8 or 9 years old. My mom is vegetarian, so I thought, you know, that might be a fun thing to try. And so I stopped eating meat completely, and I never started again. And now, as I've gotten older, I've learned a lot more about the food industry, and I've realized something really interesting is that the animals that we eat aren't even being fed the diets that they're supposed to eat. And so those animals shouldn't be a part of our diets as well.And being vegetarian has made me a more conscious, healthy eater. I choose foods that are better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better for my body. 为了吃素，小女娃的心意坚定。黄玉珍呢，她现在就读马来西亚北海慈济幼儿园，是个胎里素宝宝。在学校，当老师教她一道素的料理，她就会回家跟妈妈一起动手做。而在上菜市场的时候呢，拉着妈妈就是不准买荤食。我是黄玉珍，我今年4岁，我就是过后就没有打岔。妈妈因为妊娠反应吃素，让黄玉珍成为名副其实的素食宝宝。那个时候她还不知道，她只是知道她要吃素蔬菜水果吧。参加了这个蔬果护照的活动过后啊，她认识了很多，她也有了这个概念啊。蔬果护照也结业了，可是呢，他也会跟妈妈说：“哎，妈妈，我还是要继续吃素，要爱动物，要爱地球。”吃多多的蔬菜，精灵蔬菜会在我们的肚子。妈妈为黄玉珍均衡搭配每一餐，玉珍也会分享学校的素食内容。他就会只说他要这个蔬菜买回来了，他会教我怎样做，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合作啊，就煮出来那个汤哦。他回家也鼓励妈妈一起来吃素，一起来制作，是非常好的一个亲子的活动。想方设法劝导家人吃素，黄玉珍有他的坚持。他说：“下次你买肉类，我会拉着你的手不放；如果你买蔬菜水果，我才放。”然后我就听了这个，就很感动啊。我们也会配合他啊。煮素食跟他一起吃。我要谢谢爸爸妈妈陪我吃素。爱动物的行动从小开始。大爱新闻黄义勤、庄志文，马来西亚报道。马来西亚分会浴佛的活动邀请了不同宗教界的诸山长老跟代表，难得的因缘，不同宗教是彼此尊重、互相成就的共荣情操，在慈济团体中和谐的展现。庆祝佛诞节，佛教诸山长老甚至是各宗教代表都特地前来槟城静思堂参与活动。因为我们今天是邀请五大宗教嘛，那我觉得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那种距离其实它是可以拉近了啊。其实你在一个任何一个场所，你今天如果要看到五大宗教集合在一起的话，其实是非常难得。钟鼓齐鸣，拉开活动序幕。人文学校的学生和家长呈现手语，还有舞蹈和话剧表演，没有冷场。
那这一次呢，感觉上就是不同以往，就是都在室内，然后就是环境上有多了一份宁静、庄严，然后就是温馨。And then the program was very heartwarming. I admit there was a tear or two because I remember my own mother. I haven't called her today, so I think I will do that when I get home.难得盛会，跨越宗教藩篱，一同见证宗教共荣展现的力与美。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在浴佛中还能感受心灵的平静。美国与加拿大慈济志工庆祝三节合一，分别在会所举办了浴佛的活动。当地官员跟社福团体也都特地出席，祥和的氛围让众人欢喜。200多位志工和社区居民齐聚在西多伦多联络处参与浴佛活动，也共同庆祝联络处成立15年。我要祝福慈济在未来的15年、50年、100年、150年，都继续的把我们台湾的大爱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15年来，慈济与社区一同成长，当地政要都特地来祝贺，也再次肯定志工的付出。We are here to help people, to help needy people, regardless of their religions, origins, ethnicities, languages, colors. And so I simply,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of Ontario, on behalf of our community,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all that you're doing in my community in Etobicoke and beyond to help our community become stronger and better for the future.博康医院浴佛仪式简单又庄严，病友们坐着轮椅，依志工的指示礼佛足、接花香，也为自己祝福。无法离开病床的志工把佛送到眼前，让家属和病患也都能有机会沐浴佛恩。来到美国圣地牙哥联络处，浴佛场地在户外，和风习习，人文学校的师生和家长也一同参与。还有更生人在监狱时遇见慈济，现在忏悔过去，要重新做人。Things that I learned about Master Chen Ying that really touched me. She had said in one of her journals that it's not enough for us to feel sympathy or to feel empathy for those who are suffering. We need to take action to relieve their suffering.德州分会则是在会所内举行，以玫瑰花布置浴佛台，简单素雅。众人在佛号声中虔诚礼佛，洗涤心灵，也感受到祥和氛围的欢喜。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综合报道。而镜头转到台湾台北的恒安养护中心，也举办了浴佛，让住在这里的长者家属还有工作人员，不是只能透过大爱电视来观赏浴佛大典。这个中心里有来自越南的外籍职工，在台湾服务8年了，可以借此祝福家乡的亲人。他说非常感动。他们只是在电视上看到我们慈济的浴火在中正纪念堂，但是他没有想到说他们也可以亲临在恒安的现场，也能够参加浴火。难得浴佛，家属把握机会对着佛像为自己的长辈祈福。外籍职工思念家人，也遥寄祝福。他们有偷偷告诉我，他们在那个当下是很受感动，然后他们也祈求他们海外的家人也都能够平安。在养护中心的长者，行动不便的身体依赖专业来照顾。心灵陪伴则时常有慈济志工互动，每逢佳节共同庆祝，也欢喜热闹。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美英、陈昭祥台北报道。启动幸福校园计划，美国南加州城县的慈济志工在圣塔安娜学区已经深耕7年了。2017到2018学年度，志工选定了麦迪逊小学跟英雄小学来发放香鸡饭给有需要的家庭，让他们周末不会饿肚子。居住大不易，尤其经济弱势的家庭。It's because sometimes the house is like 3-bedroom house, but7 families live in the house. Three families live in the rooms. One family renting the living room. One family renting the. 周末没有免费的营养午餐，慈济就发放香鸡饭，5磅重，7个孩子的妈妈可以煮2个星期。
El arroz este me gusta porque se cose rápido. Lo puedo usar en arroz con leche. 呈现慈济志工在圣塔安娜学区幸福校园计划2017学年度与麦迪逊小学、英雄小学的亲师生，因为爱结善缘。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林启芬、苏慧琴，美国报道。幸福校园计划不只是供应食物，这两场的助学金发放也让孩子的求学路不中断。这是在中国大陆广西的马山中学，还有在湖南的医药大学，都颁发了助学金给需要的同学。点滴的善款还有来自附近学校资源回收的所得，要护持孩子的求学路。马山中学助学金发放，慈济志工每一次送来的不只是资助，更是关怀。即将毕业的高三学生透过信件，甚至是歌曲，感谢志工的陪伴。志工，我爱你。这一路上有你们的陪伴，真的很感谢你们。大小人气，把爱说出来。黄春玲更不忘向母亲表达感恩。跟戴戴去吃饭，我跟他说了。妈妈，我爱你。那是人生第一次对妈妈说。在说的过程中，自己也差不多要哭了，但是我忍住了。长沙慈济志工在医药大学同样以孝道为主题。马平是带着姐姐祝福而来，妈妈生重病，姐姐照顾她出门做志工，行孝行善都能圆满。姐姐把这个付出的机会给我，所以我是带着加倍两倍。姐姐的爱和我的爱，我愿意更多的给我们同学。助学金的由来，科大附小的资源回收是其中之一。校长一语，特地邀约家长们来见证。所以，这一次呢，我就发出了邀请。这一次的邀请呢，我是在群里面发的，所以这些家长们呢，都是自愿报名的。让爱能够流动，社会也能更加温馨。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综合报道。您家中的长辈退休之后都在做一些什么呢？在乐龄学堂里，课程的安排相当多元。这群老人家们聚集在一起，一块的聊天，一边运动，还能够做劳作，不只是富足了心灵，也改变了他们的身体状况。真的，你每一组都有彩色笔。老人家双手布满皱纹，不再像以前一样灵活。慈济志工在双河联络处举办乐龄学堂，他们利用纽扣和回收瓶盖拼凑成一幅画，现场也有亲子党一起来学习。这个七瓦糖，哎呀，这歪了。今年90岁的陈黄堂患有帕金森氏症，双手不自觉的颤抖，控制力量对他来说很不容易。啊，我快乐不？有啊，现在快乐。其实在那当下，他的认真跟用心，我没有看到他的手还是那么的抖，其实定力很够，是我很钦佩的一个地方。这群60-70岁的老人家制作爱的卡片思念母亲。啊，这是你的表白信。妈妈呀，妈妈，母亲给他的，妈妈我爱你。想起母亲的脸，朱慧芳不禁流下泪水。要是她还能够在世间的话，我们还是从未到以前，她有一阵子晚年的时候跟我住在一起，希望我帮她洗澡擦背。用欢喜的心来祝福。这群长者在乐龄学堂找到欢乐，也凝聚了社区的老人情缘。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台北报道。
死海古卷是现存最古老的希伯来文圣经抄本，其中一块碎片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展出，是死海古卷发现70年来第一次的公开展览。新闻最后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也感恩您的收看，祝福您阖家平安顺心，我们再会。